片是可以讲解的。好，首先把卡片这样子插进去，好，相机。固定好，电源开着的状态，设定。它这里其实 WiFi 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就会抓。像现在是 WiFi SD 零一，嗯，然后这时候点进去的时候，它这时候就可以打密码9999八个九。好，然后现在换下一张卡，一样是 WiFi SD 卡。一样是开着待机的状态。然后它这里现在又重新抓，哦、它变成 WiFi SD 零五，本来是零一，所以是零五，所以它这个 WiFi 的 SD 的这个是目前是自动侦测，对，自动侦测密码就是所谓八个九，对，就是999999，对，都是一样的，对，所以这个 WiFi 这个是属于这个部分是属于自动侦测的，对，好，所以这是 MyPay。